有一个人能打得赢我，打到我的莱拉打输，只要莱拉一输我就换英雄哈。刚刚 God 输了，法师也输了哈，那就来一个射手。好好，找完两个射手没事，有肉没事，去看肉走哪里，我跟肉走就行。我这个要发育比较长时间，所以不怕的。我这个呢打钉呢，我可以加回一点血的哈，这边有血的。Kill enemy mine to resort 3% max HP， 就是我的血的3%、嗯、不管我是满血也好，它也会加的。如果有杀兵啊，是我清的那个兵就有，所以我每次一没血我就拜克杀毒解搏斗够了一个。你要 fighter 吗？Fighter 也学你，里面 attack 我管你，我就来一个 Fighter。这个也是一个射手哈，他们也是两个射手，看到了吧？他们也是两个射手哈。我呢就跟这那一个 Bro 的那一条也行啊。你要我打手，我不是换打手啊。我这个是狼人啊，这个狼人 Roger 很久没用了，这个狼人是打不赢人的，可以跟大家说一声啊，抱歉啊，这一个真的是打不赢人的，这个英雄真的是打不赢人的啊、哦。不过呢，打不赢也要打，咱们呢 ？Welcome to Mobile Legends。也是要打的、哦、我跟着上面这一个人，我就让射手走，射手走一条路，咱们呢就躲在人家后面发育啊，躲在人家后面发育啊。你看那条某雷直接去到人家对面那边开了，都不懂我了。先明白。咱们上路连击三人，You can't get away.
我一个人就行了，就是我这一个很不错的，我这个射手，我又可以加速。我去，打不赢两个，找不死他。哦，还差800，不错了，一换一，我已经守住了，一换一。其实我这打手是很强的哈，我跟在那个打手的话更强。哪个打手？就跟那个打手比较更强。我去，我不应该上。我不应该上，东西还没出来，我不应该上。我慌了，我不应该上。没有想过暗自推吧你，真难打。